凤凰杯第四十七周，浪漫人族和无法阵会师决赛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 DB 地图。无法阵出生在了右上，浪漫出生在了左下。那这张地图对于人族而言也就开矿好开了，其他并没有多大便利。小无敌比较难买，高达飞艇也是要折腾一下的啊。雇佣兵又没有，有点单调呀这张地图。而且进攻路线是很好判断得到啊，没什么可绕的。那浪漫这位同学呢，他的风格和三大人族里边的玉米比较相似，都是特别钟爱于 MK 的。之前他用 MK 把四哥还有四哥的爱徒120对吧斩落马下过。那这个 MK 在有了血法之后呢，他的风暴之锤释放的这个频率会非常之高，就像一个连发的机关枪一样啊，在那突突突突突突，受不了啊，有点像以前窝等65号来的时候，这个毒标不断啊 ，MK 也是锤子不断，好赖的感觉啊。这盘果然是 MK， 啊，四哥家里走的是科技蜘蛛，啊，就问你敢不敢赔啊，前期。而且浪漫他前期 MK 练级的时候，他敲的民兵是有点多的啊，人多便于围杀。MK 最恶心的地方还是带着单船进亡灵的矿区，这一点真的是太头大了。你说一个大法师如果进来的话，他是靠物理输出加水元素去收四身对吧，还有可能被对方奶得住，但是你这个 MK 进去了真的是哎呀，搞得鸡飞狗跳的，比沃登还要赖。沃登那个两级的毒标出手，亡灵四身还有一丝血吗？啊，这边也是发现 MK， 一锤子给到，敲出了五个民兵。由于是单敲的嘛，所以说 DK 这波还是抓得到的。DK 来了，抓两个骷髅。哎，这个农民94点血一发 C， 给的是个胖子，我去！看来四哥没有计算好啊。MK 不敢练了，这个点的经验还是有必要收掉的，因为他老家周围的点都是不多的啊。你要保证 MK 能够到三级，这种小点也是要考虑在内的。欺负我人少了，练他骷髅，练他骷髅。四哥这一盘补了，还在补稿，补那么多稿，两个地穴走天鬼路线了，没有黄绿皮啊，想好了来这么一出，这波过去抓对方开分矿，然后天鬼迅速跟上，但好像骷髅棒有点不支了。我们看到浪漫这个分矿开的还是比较晚的，这种天鬼打法如果上来 MK 直接练分矿直接起塔的话，他这个天鬼就没什么前途了啊，就说这个塔的时间要早一些，主矿分矿都要早，而且是要那种先塔后矿的。看看有没有机会包 DK， 狗留着 DK 钻到后排。然后正面我们看到怪物，怪物和狗啊都在找农民的麻烦啊。刚才 MK 是升了敲击板一锤包住他，包住包住，好的，包的妥妥的。T 看来是要死在这儿了，临死前啊，能扔 C 就扔，就别 TP 了啊，真的不要 TP 了。一锤，好的 ，MK 是能够升到三级的。天鬼在读条了吗？这样的话未必这个战术有效果啊。
这只狗再不走 ，MK 练掉五级狗头，升到三级之后有蓝了，一锤子，这狗要挂。赶紧赶紧！天鬼，我觉得四哥这盘不灵了呀。DK 挂了，出天鬼好像对方也是有开始防起来了。竹矿，奇塔疯狂奇塔 ，MK 三级啊，进去抓。他现在地面上没有多少狗的，对吧？你进去，走出来也没人拦得住你。不用客气，真的不用客气，把他这两只狗杀掉，这盘无法阵不用玩了。哎。他怎么这么虚呢？我们看一下两只天鬼过来，这边农民，哎呦，刚才一个小细节，残血农民没拉回家。四哥也是两个天鬼啊，不着急 A 塔，能杀农民就先杀。一个过来，发的是迪亚。这时候 MK 也拼命的往分矿再赶了啊，这个要否了，要否了，修啊，后面的人有点卡住了，哎呦。锤锤天鬼，或者说继续杀 DK， 浪漫的 MK 怎么了？啊，这边搞死了黑暗游侠，这两个人怎么都有点脱节的样子？出手，干他！哎 ，DK 也死了。哎呦我去，四点血，继续追，继续追。升级再死吗？这是要 TP 躲锤子啊！哎，四哥的这一波问题挺大的，这个迪亚不该死的。他现在肯定是天鬼继续的爆了呀，让对方分矿保持一根塔，然后就有机会推下来。主矿不用想了，主矿。一剑塔，一圣塔啊，圣剑二塔。打这种天鬼，如果你前期有点亏，对吧？疯狂这边也被屠了一会儿的话，你可以考虑稳妥的转型方式，就先出火枪蹲塔下守一下，然后再慢慢来啊。火枪是守塔下最稳的兵种。四哥很难很难弄，矿他现在也不用想了，开不出来的。出天鬼的话，天鬼的回血，对吧？这几只红的，吃一锤就没了。DK 又残，好被动的样子。这边带着大量的小兄弟啊，过来搞了。哎，没有蓝，72、73、74、75。他是想进对方的基地去看一下到底升本没有，没有升本他就不进。对，正常来讲换做其他图啊， MK 现在肯定是带着单船进去可以搞农民的，但这张地图就这点不好嘛。绕一绕啊，再回头看一下有没有升。他有一个猜想，他就觉得我一走你肯定会升本啊，先再进去看一下，没有升，天鬼也不在，干脆就扒这根冰塔，农民出来修是吧？哎，这是想干嘛？这是想冲去搞 DK 吗 ？DK 在角落里有希望，好凶，浪漫好凶，一锤子 ，DK 被包住了，死了。这摁死在墙角。这回还是 TP 吧，疯狂的商店也是完工了。就 TP 吧，我想说啊，还得 TP。天鬼绕树林，对，绕过去，这不是还得 TP 吗？有点看不懂，不要觉得自己安全了。哎哎哎！哎，这
啊，还是 TP 了 ，TP 下来要死啊！天鬼过去，强行顶他，这何苦呢？你说刚才在亡灵家里 TP 回来也不至于这样啊！啊，有点想省啊，这边分矿是有点危险了。迪亚只需要配合天鬼多点一些骷髅出来，然后这两根塔就是浮云了。这波不要让吧，我觉得不要让，两级 DK 应该很快能够赶到战场，强行变成亡灵二本暴天鬼去推人族的疯狂啊！他也没有转火枪的意思，稍微有点被动。火枪站在塔下呢，配合 MK 的锤子，一锤一只天鬼啊！所以说这种时候还是火枪好。虽然说火枪是一个坑爹兵种，但也是有一定特殊用途的。买了府地，现在这一票福特曼已经有点难围杀了，或者说是不敢围杀。你一锤为英雄，你自己损伤挺惨重啊！原来偷对方的塔，建造中的塔，是这样弄好像有点伤啊。你用你天鬼去换对方的维修费，不划算。四哥家里出了一个农民，他是想偷这片矿，黑胖子的这一片。先把两个四级的树魔练掉之后啊，剩下的这个胖子就任人宰割了。刚才府地已经用掉了，看一下浪漫，浪漫肯定是先看一下这边了，这个矿有没有？没有，他现在没有 TP， 需谨慎，不敢进啊。考虑了一番，还是打算去商店。黑胖子掉的是，一般掉的是这玩意儿，风暴视角，太不够看了。买个隐身药水不是挺好吗？这矿啊，被佛特曼发现了，你消失了那么久。肯定猜得到了，对吧？浪漫这一盘三本啊，不用隐身药水也可以，反正对方家里没什么东西拦着你啊。风矿被冲，赶紧单传到风矿防锤对空锤，哎，好，带掉一个。这稍微有点危险，他那票佛特曼在哪里啊？啊，浪漫的佛特曼在这儿，把对方的风矿给清掉了，好的漂亮。他现在爆，准备出飞机了。主要是这一波啊，迪亚三级了，出来的这种骷髅都是大骷髅，这种骷髅是290点血，建塔想点一个290点血的骷髅还是要点很久的，所以说这一波啊，这个风矿要被冲下来了，这时候你方特曼过来打这个骷髅都很吃力，大家看出来没有，还是得出火枪。利用火枪成型快的这么一个小优势吧，可以很有效的顶住对方，迅速到达天轨。哎，这边是围住了迪亚，没围住啊，骗自己。然后这边的最后一根塔被拔掉了。
大家也许会说，大帝你说的这个火枪好像有点坑爹，其实不是的，火枪打天鬼还可以的，不信你们去试吧，这也是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啊。包括我用天鬼去打其他人族，我也是这么输的。哎，这个没杀掉，刚才敲地板加锤子都出了，还没杀掉，还想强弄。这波感觉浪漫完全被打傻了，有没有？被打懵了，没想到啊，藏了那么久的天鬼，突然一波要你命。刚才是想出坦克的啊，现在改成飞机了。浪漫其实还有的打，真的还有的打。他如果能够飞机吃掉对方的空军，然后到达一个接近五级，可以慢慢的 RPG。哎，这回要死了，这回要死了，锤！哎，这个想弄他很久了，始终是弄不死，没计算好。二发血法，这是要松野吗？隐身，隐身对粉你买好的，背了一下没事儿，死不了。逃跑好的漂亮，后方啊，无法针再次开矿也是开出来了，无法针现在科技三本也有了，这形势一下就逆转了。刚才这个飞机早一点到，这个隐身药水买了跑，这招就不管用了。风矿居然没有能 A 掉，四哥赶紧转啊！现在转什么呢？我倒觉得现在出一波狗，或者出一波蜘蛛都可以啊。出一波狗就天地鬼一波，把强行把这个矿扒了。出什么反正都可以。只需要你迅速爆出一波兵就行了。啊，他选择出蜘蛛，这边来赚农民了。哎，没有升群攻啊，飞机没有升群攻。不该打，这样的话要怒交 TP 了。这交吧，这肯定要交啊。对，刚才就是交晚了一次 TP 挂了嘛，得吸取教训。TP 没带回去，然后这边还是有点恶心的，蜘蛛网再加上天鬼，你这飞机不管用。这一波无法针再次杀过来的话，疯狂这铁定要沦陷啊！家里应该也是没什么东西可敲了吧。不多啊，又改走坦克了。疯狂基地的血量还是没有能够维修，这盘迪亚的效果是相当好。秒他，秒血法，他是要去防坦克。骷髅 A 老家 A 得掉吗？ A 不掉， A 不掉。四哥准备好出这个绿西瓜了，绿西瓜加上这个绞肉车。其实这盘浪漫上来弄敌可以弄的还是可以的，就被一波打的元气打伤。现在对方这种蜘蛛加上天鬼的，对于 Human 来说他就需要骑士这种东西了。骑士单一的兵力构成，如果你没有一个五级 MK 虚无锤的话很难搞，他是等级又没有，兵力构成又不好，然后这种情况下压力已经很大了，他是强行出坦克，想把战场拖到对方疯狂那边。老板现在节奏已经乱了套，
况的塔不保，基地也不保，不断的拉农民啊，造农民，化为一个个骷髅。这迪亚的沉默时间很长的，两级的沉默。叽叽，好的，恭喜四哥了。这边的农民杀了多少个？怎么看？杀死单位数70，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。好的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